下面要教的东西是一个重点，立德解题思路，国三会再用一遍。这个想法到高中都有用，只要是问立德问题，就问自己三件事：第一，谁受力？确立受力物体是谁在受力？第二，受哪些力？他总共受了哪些力？把它力图画出来，向上、向下、向左、向右，力图画出来。第三问，合力多少？合力是有两种，等于零跟不等于零。合力不等于零的题目，国三才出现；国二都是合力等于零。合力等于零，表示向上会等于零，向下、向左会等于向右。这就是解决力的问题的三件事情。这个想法你给我记好。这个想法到高中都有用，到高中解决高中问题的时候，也是这三个想法：一，谁受力；二，受哪些力；三，合力是多少。合力是有两种，等于零跟不等于零。我们国二都等于零，有一个密度 0.6， 在水里面会浮起来，然后我要把它压下去。请问你，我的手要施多大力，才可以使它恰好可以压下去？谁受力？木块，木块被压下去，木块受力。第二问题，受哪些力？发力。手压下去，第一个，地心引力重量下，一下。第二个，手往下压，手的往下压力下下，没到水中，有个浮力会下上，可以吗？了解吗？受三个力 ，OK 吗 ？OK， 好，合力多少？压下去不动嘛，合力多少？零。合力什么意思？向上等于向下，所以 B 等于 F 加 W。要我求谁？要我求 F。我要知道谁？我要知道 B 跟知道 W。W 不用 ，W 不用吗？要，你还没有告诉我，没告诉我，求。那个重量就是换成质量，就直接换，质量就是体积乘以密度。哦，体积乘密度，有体积有密度，所以算150，所以重量150。还差一个浮力，浮力，浮力可以怎么做？你觉得可以怎么做？我教了两个公式，对不对？你觉得可以用什么公式做？啊，你觉得可以用什么公式做？你觉得可以用哪个公式做？体积知道吗？知道，对，错了，对不对？排开一体乘一体密度，比率低，排了多少？就全部嘛，250。一体多少？水密度多少？一，所以就250。好了，都知道了，就列式嘛。对，一百。其他就是 A， 可以吗 ？OK 吗 ？OK。换一个，多大？要施多大力？要施多大力？做法也是一样，跟刚才完全相同，除了数字不同之外，其他完全相同。三一。31谁？你有答案吧？没有啊，找个女生看看好不好？能不能做？是啊，是啊，你有答案吗？多少？100，你答案100，请坐。立的问题，问自己三件事：一，谁受力？木块。二，受哪些力？画地图。木块，重量向下，手压力向下，浮力向上。第三件事，合力多少？不动，合力多少？零。向下等于向上。要我求的是 F， 要知道 B， 要知道 W， 重量。重量就是质量，质量有吗？有啊，4台，不用求了。
多久？只要浮力就好。浮力呢？浮力一定是排开一体比例乘一体密度。哇嘞！你扫谁啊？你扫体积？扫体积啊？你有体积啊？刚才是没有质量，现在是没有体积嘛？怎么办？公式以同一公式嘛 ，E 等于微分之 E 等于分因为没下去，还沉下去，所以呢，排开你就全部体就是叫物体体积。那我找物体体积，用我们的 E 等于微分之 E 求。你看这还是500。有了它之后呢，就可以预算浮力。好，浮力就是排开体积500，一体密度是一，所以500乘一就是浮力。哎，我不知道，我是自然。结算才是100，结算才是100，就解决了。这就是题目，题目很简单，重点是我教的观念。我告诉你，我教你的事情到高中都有用，国三要继续拿出来用。只要是力的问题，问自己三件事：第一，谁受力；第二，受哪些力；画出力图；第三，合力是多少。合力只有等于零跟不等于零，不等于零的事情国三在教，等于零向上等于向下，向左等于向右，记住就可以了 ，OK 吗 ？OK， 很好，请写课堂练习。